周立波穿帮了。周立波夫妇二人也不嫌尴尬，继续作秀。近期关于周立波舍枪涉毒案件后续的事情，在国内算是炸开了锅，各大媒体、自媒体、朋友圈到处都充斥住周立波洗白、周立波与唐爽、周立波与莫虎之间互相辩论的信息。这源于周立波在作秀。周立波不愧是海派清口的创始人，当年的一周立波秀红红火火，周立波由此赚得盆满钵溢。冷清之后到了美国，豪宅别墅不在话下。这不，周立波舍枪涉毒，美国警察让周立波伤透了脑筋，几经周折终于弄了个无罪释放。无罪就无罪吗？周立波忘不了作秀。在法庭宣布周立波无罪的第一时间，周立波面对媒体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这可能是第一回吧。第二回，周立波回国后高调接受腾讯贵圈采访，局面王志安的采访，口里嚷住枪和毒与我周立波无关，手舞足蹈地讲着与美国警察的故事，还有周立波勾画住一个某某的神秘人物，交织住涉案人员唐爽，谴责住律师莫虎。周立波把枪和毒都推到了某某身上，剑指唐爽收受某某贿赂，忘恩负义，莫虎榨取财物。第三回，这是让远在美国的唐爽与莫虎都不依。唐爽跳出来对簿周立波，唐爽上实锤，列证据打脸周立波撒谎，并远程报案，莫虎向地方法院提交了诉状，起诉周立波侮辱诽谤。第四回，周立波无奈公开某某照片，又发电话录音，这还不够，周立波又说枪和毒是唐爽的。小编觉得周立波已经穿帮了。前面周立波说枪和毒是某某的，包是某某的佣人偷偷的放进周立波的车里，现在却说枪和毒是唐爽的，周立波这戏演的也太穿帮了吧。虽然周立波穿帮了，但是周立波夫妇二人一点都不觉得尴尬。微博里继续吵住唐爽、莫虎、某某，他们都错了。周老师累不累啊？作秀做了这么久，也该歇歇了。小编强力推荐继续阅读，放松精神。啊，好痛！不准逃！我不要了，不要再继续了。啊！林婉白睁开眼睛，身上陌生的疼痛让他惊觉一切不是梦。身处环境是酒店的套房，晨光朦胧的透进来，晕在地毯上以及一片隐秘的床上，他从里到外的衣服都皱巴巴的在地上。他昨晚被人给上了。林婉白捂住脑袋拼命回想，他在地下 pub 做兼职，负责给客人推销酒，有位心怀不轨的老顾客非缠住他喝了酒才结单，喝了后就发觉酒有问题，好不容易才逃出来，从电梯出来后情急之下他钻进个空房间，之后记忆就零碎了。浴室的门忽然被打开，这才反应到房间里除了他还有人，林婉白忙拉高被子裹住自己。一
眼看上去就是北方男人高大壮硕的身材，五官的轮廓刚毅，却又不过分粗犷，俊朗异常。而他的腰上织围住条浴巾，上半身就那么赤裸在空气中，结实的胸肌两块，再往下是规规矩矩的胸肌和隐隐可见的人鱼线，头发往下滴注水，林婉白脸红的收回视线，很快又看回去。他的第一次就这么被眼前的陌生人夺走了，而且被折腾得死去活来。男人走过去，一把将窗帘拉开，从桌上拿出根烟点，回头斜睨住他，吐出口烟雾，看什么，想再来一次。来个鬼，林婉白在心里愤恨。痛失清白已成事实，他只得认命，裹紧被子，努力不走光的下地，将衣服一件件捡起来，抱到浴室里穿。等他出来时，男人还站在落地窗前的位置，淡了淡烟灰，径直朝住他走来。林婉白紧张地往后退了半步，却见他到身前后只是俯身捡起地上的钱夹，拿出来两沓钱，随手丢在了床上。昨晚虽然你很热情，但我也很享受，这里有20000块。林婉白视线跟着那两沓钱，20000块不是大数目，但足够外婆一个月的医药费。他抬头，男人有双很沉脸幽深的眼眸，视线相撞，里面冷冽嘲讽之意也就一清二楚，似乎在他眼里，像他这样随便跟男人睡的就值这些。浓浓的羞辱感从心底往上。男人冷笑地眯起眼睛，脑筋前前一蹦，不要钱是想让我对你负责？做梦。林婉白心下恼怒，将手插在牛仔裤兜里，他抽不出两沓，但是能抽出来两张。上学时他就是老实巴交的孩子，总是人群中最不起眼的，从没和人吵过架，红过脸，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，扬手用力朝那张出众的脸甩过去。200块是我出的价格，怎么了？不要钱是想让我对你负责？林婉白学住他刚刚的语气，也冷笑一声，重复，做梦。话毕，他挺胸抬头的离开，虽然走路姿势因酸痛有些歪扭。两张红色人民币从眼前甩过，或长渊30年的人生里第一次真正地愣在原地，直到他离开数秒后才反应过来。暴躁的灌起被子，下面却露出干了的一块血迹。点击下方了解更多，继续阅读。